度假岛惊现武装直升机，高空轰炸肆虐海岛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这就是全新的嘲讽方式吗？敌人只是换了个子弹，就遭遇 4D 音响袭击，压迫感满中之满，太顶级了。手机输入三个 M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茫茫满满夫，奶奶奶校花，娜娜娜暴躁老哥，奶奶奶败家娘们，茫茫忙海王，奶奶奶单身狗，快看看你的是什么。输入三个 M 就能看出自己是什么人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家伙，咩咩咩，看来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只羊啊。兄弟们，你们的是什么？发出来瞧瞧。好家伙，武装直升机都来了，现在的科技哥是真不眼啊。不过这还不是巅峰，跟接下来这位相比，直升机都稍显逊色。追猎团进可太有东西了。投稿的同学想问，最近怎么这么多离奇事件？光子接锅啊。由于新版本上架的关系，为了修复 bug， 9月11日和12日两天游戏关闭了大部分检测功能，于是就造成了科技哥肆虐的情况。好在修复已经完成，大家现在也可以正常游玩了。同样是新版本的设定啊，当玩家连续击倒敌人后，就会触发这个连杀特效的标识，开启就能播放动画。不过该说不说，这东西不仅没有任何加成，还很容易被人偷，实战简直毫无用处，只能说打卡玩家必备啊。看下一条。这是刚出的新宠物吗？一丢飞盘就能火速捡回来，还自带皮肤，这要是真上架，起码得是车币兑换吧。海岛最强狙击玩家，全程瞬狙一发入魂，这是开了东西吗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喂，这可能是吃鸡史上最离奇的死法，从窗户跳下的瞬间被火箭小子直接带飞，年度倒霉王最佳候选，太顶级了。一个简单的测试，看你对作业是不是真爱。如果世界禁止写作业，你表情包第四个表情就是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你是什么呢？世界禁止写作业，第四个表情包就是我现在的心情。什么？居然是一个哭脸？我就这么爱写作业吗？兄弟们，你们的心情是什么？发出来瞧瞧。最近发现一个问题，当你开镜瞄准一个地方，就会掉帧，说明那个方向有人。亲测有效。确实有效啊，因为有玩家存在的方向，系统渲染所花费的时间相对来说都要更久。不过嘛，想用这招探点，你起码需要一个5年前的手机，最好还是疯狂掉帧的那种，稳60帧就别想了。看下一条。正赛结束，红队获胜。好家伙，全程瞬狙露头就死，给队友的整急眼了。投稿的同学想问，这个是不是开了科技？还真不是啊，根据小王的调查，作者是一位前职业选手，曾经拿到过非常多的奖项，实力如挂，应该就是最好的评判词了。心情不好来卡个 UC 先，怎么卡 UC？ 看好我怎么卡，这样就卡成功了。
也可以卡枪卸皮肤。我仓库里这么多皮肤都是卡出来的，听说很多人还没有星云这个皮肤，我可以帮你们卡一下这个星云皮肤。卡你个大头鬼啊，一只点充值取消就能白嫖20000 UC， 这么离谱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真要有这 bug， 腾讯第一时间逮捕你啊。新版本逆天 bug， 闪电尖兵二倍冲刺，这距离也太远了吧。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经典的地铁片装备啊，只要开了自动拾取的玩家，在附近有普通六甲的情况下，无论耐久有多少，都会毅然决然的换下阵营六甲，所以千万别开啊。看下一条。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，好像是每个人都住在电话里。这什么意思？打出我爱就会出现喜欢人的名字？我来试试看。我爱数学，还真是不忘初心啊。你们的是什么？发出来瞧瞧。好家伙，特训导对掏还带傀儡，这才是真正的国服云哥啊。对面的兄弟想破头都没想明白，怎么打了这么多枪都不会倒地，太抽象了。最近相当火爆的逆天 bug 闪电尖兵二倍冲刺，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打开表情栏，点击动作的同时冲刺，再拉满疾跑，就能触发比原有距离多50米左右的效果。趁着没修复，兄弟们火速开练吧。如果你也想要魔术最强远程终结者的称号，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个地方，随地惊喜淘汰致死人啦，请分拿到称号。好久之前的改战区拿标玩法，投稿的同学想问这个是不是真的。是真的啊，只不过想要定位到冷门地区，要么找当地的小伙伴帮忙，要么就需要用模拟器登录再改虚拟定位，实际上相当麻烦。我的评价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啊，懂的都懂。从飞机上单独跳伞的玩家必定是人机，这会是真的吗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你被仙儿枪打死了。好家伙，一上来就是灵异事件。众所周知，信号枪没有伤害，即使对着玩家发射也只会产生推远的效果，但结合系统播报来看，主角应该是在落下的过程中被信号枪命中，突然产生了加速度，最终被判定为高处落地身亡。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看下一条。假如你的老师生病，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就是你那时的心情，你打出来会是什么？假如老师生病，第三个表情包就是我的心情。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成分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的表情包是什么？上飞机以后，我们把视角转到飞机底部，当我们看到这种单独跳伞的就是人机了，因为真实玩家跳伞从飞机底部是看不到的，又看到一个人机，我们直接跳伞跟随。你学会了吗？快分享给你可爱的小伙伴吧，么么么么哒，么么么哒，么么哒。这个说的不准确啊，一局游戏中单独跳伞的玩家通常有很多，仅从这点来看并不能百分百确认是人机。不过嘛，几年前咱们出过一个视频专门测试过这类现象，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个跳伞的玩家一般会是人机，而且证据确凿，有兴趣的同学欢迎考古。我操他妈的，因为我七霄他妈真不搭上。我操，
经典的老 bug， 明明只剩下三个人，但就是无法获得胜利。评论区很多人说是圈外有人扛毒，不存在啊，这哥们完全缩毒后还坚持了13秒，扛毒哥就算全身塞满饮料也绝对没办法苟活这么久，更何况作者在视频开头还仔细的搜查过附近，懂得都懂。不是头盔，是头，你那个头套、口罩和头套，你给我吗？会，会呀，好看吧？你这个眼罩能给我吗？瞅瞅我自己，瞅瞅，还怪帅的，还挺帅。不能落下来。本以为是个感人的老段子，结果没想到有礼貌的小学生竟然被空投砸死，这画面只有心酸二字得以形容啊，太惨了。海岛惊现双重人格玩家，一边道歉一边炸队友，这是精神分裂了吗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经典的魔怔 BGM 啊，最近相当火爆的派对之星舞团，只要一刷手机全是这个舞蹈动作。不过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这条视频的后续居然出现了抽象的情况。但飞机出自你我学生手了呀，不靠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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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制裁网络男神还得靠老六啊。看下一条，假如让你跟列表第三位互换身体，你愿意吗？和列表的第三位交换身体，看看我的哦，原来是个妹妹，那我当然愿意了。你们的是什么？发出来瞧瞧。来来来，你们看看，我发现了一个无敌 bug。 当我们脚下有雷的时候，只需要打开设置，然后找到这个功能，点下去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拥有了短暂的金身。哈哈哈，这个 bug 也太好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手雷是队友扔的呢？这个所谓的小金人功能只不过是能穿透队友的阻挡而已，并不具备什么无敌效果啊。再说了，这种恶心 bug 就算能用也绝对活不过两天，懂的都懂。离我远一点，我有双重人格，我有双重人格，直接给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刚才是我的创手人格，他在控制我的双手。笑死我了！笑死我了！你还笑了？不是，我允许你笑了吗？直接给我！我真是对不起。最近网络上相当火爆的双重人格玩家，原版叫制裁哥小王，他的视频几乎和营养师如出一辙，唯一区别就是这句你吃，纯纯的越听越上头。不过对于这种制裁行为，咱们还是不提倡的啊。看下一条，我标记了一辆载具，梅花小王子的新作迷你轿车和饮料王国。评论区好多人问这个是怎么卡的，这个一看就是开了东西的呀， bug 可以冷门但不可以邪门啊。看下一条，
这就是狗分王的日常写照嘛，一把游戏全程奔跑，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还得拒绝一切载具，该说不说，光看视频都觉得累啊，为了上分太不容易了。吃鸡中的最强人机到底有多猛？这是 WoW 模式里的一张高难度地图，玩家要做的就是用手中的 DBS 和狙击枪打倒房屋内的丧尸，然而等凑近了才发现这群家伙根本不会还手嘛，你甚至可以跳进他们的窝里来一场正面对决，只要摁住开火键，不用坚持与努力也能轻松。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，进入了二阶段后，房屋内就会生成大量的超强人机，他们人数众多且枪法精准，即使躲在掩体后也会被一发入魂。不过嘛，想要打倒这群神仙也并不是没有办法，根据我的观察，只有丧尸被打到剩下几只时，人机军团才会出现，这时候我们利用时间差躲到墙边，再丢出手雷就能轻松获胜。但是作为一个正义的玩家，打人机都要当老六也未免太丢脸，所以我们当然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赢下这场对决。没事啊，咱命多，再来个两轮就差不多了。最离谱的是，这图我玩到后面才发现，他瞄的是个生存地图啊，所以我只要啥都不干挂机5分钟，不就也能赢吗？那可真是太小丑了呢。